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、哦，这个很长啊、哦。得智呢，我们来看，用我前面我曾经说过的，用这种稍微简省的笔写法，得阿耨。阿字啊、哦，这耳朵不好写。扭。然后第一个很好写，重一点，然后越来越轻。逆笔上去，好，这字呢就是把写长，需要长一点哈、哦。多罗多，哦，多字大概都是差不多啦，然后就是这样压重一点，记住这个。这转折要压重，然后这个要重轻重，罗，三秒，三，好，上第一撇有点上凹的感觉，这样比较有变化。秒，秒字呢，哦，笔画也是多，稍微大一点点。三菩提，菩提，好，提字，好，有些笔画呢是隐喻式的哈、啊，比如说这勾眉很明显，那没有关系哈、啊。